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个断手的百万富翁啊。那之前呢，老头呢早期玩的呢是一代啊。那这个早期是要追溯到一年多前，老头刚出道的时候啊。什么叫刚出道呢？老头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抓的一些小游戏的其中一款啊，叫做断手的百万富翁第一代。那时候老头有在玩。结果呢？没想到居然这款游戏有到第二代，我也觉得有点惊讶。事隔一年多之后呢，老头又重温旧梦啊，这算重温旧梦吗？好像也不算是哦。总而言之呢，老头呢现在来玩看看这个二代到底究竟多了些什么东西啊。如果没有看过一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去稍微去点一下连结啊，就是搜寻啊，在老头的这个频道里面搜寻，或者去 Google。打老头断手的百万富翁啊，应该就会找得到一代了啊。一代的话会比较简陋啊，二代的话可能就比较细致一点，或多了一些新功能也说不定啊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它跟一代一样是有直接到 Round Nine 啊，就是一到九的难度。然后依照之前一代的范例的话。应该没错，也是一样吧。等纸下来，然后把它抽走，不要被剁到。哦，哎呦，类似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超可怕，超可怕的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哦，成功，成功！什么东西啊？黏液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玩法玩一遍，你们应该看得懂了吧？冲过去捡那个钱，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有没有？为了钱不择手段，一定要拿到钱，而且不能被砍到手。这个游戏其实我在一代在玩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害怕的，不过二代还是很害怕啦，感觉很恐怖啊，让人觉得有点惊悚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呀，差点！咚咚！哎呦，一次拿两张，不错哦。哎，他这个句子跟之前一代一样是有规律性的、啊，太棒了太棒了 ！Round down 三，哇，我怎么那么强啊？来来来来。等等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我这，哦，一千一千，哎、欸，我要捡那个钱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哇，我怎么那么强？哦，我超强，我超强 ，yes， 17650，哇啊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可以干嘛？哦呦，可以买道具哦，0.99美元，哎。好，我们现在玩第四阶，第四阶直接两个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妈呀，干，吓死人了，27650，断了一只手，不值得。不过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挑战，来，哎呦喂呀，有神速吗？哎呦喂！哎呦喂呀！我超强，神手没抓到，哎呀，没抓到！呜呼呼呼！请告诉我有钱哦，有趁现在 ，Yeah， 原来是有能力的，二代多了一些能力啊，可以把那个刀子给冰住啊！哇，我们现在第五关啦，我们已经拿了110000了，都是美金就赚翻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会移动哎、欸。一二三，哎呦呀！一二三，哎，哎哎，这太高兴了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呜呼呼呼！呜！哎，居然没过！哎呦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！我的天哪！哎呦呀 ！Yes， 668000。欸、其实真的难度不高哎、欸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难度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好啦，开始有难度了，我错了。哎呦，中了这个，可以挡一次伤害吗？貌似可以挡一次伤害的样子。我的钱，哎，捡回来了，我超强，
挡一次伤害没差啦，拼了啦！我可以挡一次伤害啊！哇，完全小 case， so easy 好吗？等级七会移动啊？一二三四啊？一二三四五？一二三四？哎、欸欸，大靠背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的钱！哎呦喂！哎呦 my gosh！ 我的手断去呀！哇！哎、欸，两只手都没了！哎、欸，所以说他只有两次机会啊、哦！两次机会哦，好啦，这个看来就是他只给你两次机会哦，因为你只有两只手，第一只手断了之后，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返回一层。结果你如果第二只手也断的话呢，基本上你就是没命了，没得玩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刚刚玩到的是第七阶啊，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比我更强啊？玩到第九阶直接破关啊？啊，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的话呢，我把这个游戏的这个连结放在这个影片下方。如果你们想挑战啊，或者是想去看我的第一代啊，第一代的断手百万富翁的话呢，一样都在我的影片下方啊。如果要去看，要去玩，欢迎去挑战吧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试玩就到这里为止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小游戏们再见啦，拜拜。